那没的。不想要视频，不想过 boss，我们就想要视频，想过 boss 人留着打，到手。好了，都好了，就 Snoopy 一个差。没到20%，啊？好了，没好了，我看看。没，刚才不多，8个血。我觉得也是难度，奈何不让切。小心击飞。打我了。里面回响，还有你两个法师不要被小怪追上啊！啊，三个法师，我也算你们被小怪干死。转火，转火！快转阶段，7个治疗啊，没毛病啊，7个治疗啊，任务本来就是 DPS。那场出来先打胖子。我想不要死，右边的我去打断了，打死了。剩下两个胖子处理了，这时候就劝你们左右分散开，治疗组我也是给你们分散开的，所以你们跑到边上不要怕治疗奶不到你，我斯拉回中间，然后准备打坦克，就打影子。赶快去把医伤吃了，你一会儿先领大饼，然后再 cleave 没有，再 cleave 星星，指令放着不打。左边有两个一三队，快点跑过去！一三队快点跑过去！秒飞估计压不进去，还得再转火一波。稍微有点集中，紫菱跟大饼先打吧，星星让他后面炸，紫菱跟大饼炸的同时，那个后补来个光环，啊，外光环，炸。准备特殊技能。哎，我出去单吃，我出去单吃，别管我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单吃。右边有一个怪。先把坦克的影子打了，先看好毒条怪，把坦克影子打了。我操！我操！进场进场，小红进场，穆桂英进场。震慑波，聚一下聚一下，看坦克去。坦克死了一点，要战斧。要战斧疼了，看一下，有点疼了。躲脸躲脸，不要给治疗增加压力。先打这个胖子，先打大胖子。那个 River 是带着 A 的，那场出来也是先打这大胖子。准备转火，一三队先过去。快躲开！
甲下。三角，大饼稍微跑远，漂亮啊！大饼会玩，大饼是，大饼是穆桂英啊，穆桂英玩懂了。过去之后，大饼留下来，紫菱跟星星处理啊。OK， 带到那边去。这波后补有光环吗？有，我打个一，有就直接开吧。嗯，准备打坦，准备打坦技能。大饼这边有两个，沉默过来一个，沉默过去一个。OK， 小狐狸去了，可以啊，小狐狸去了。其他人靠边放。转火，转火 DPS， 右边的远程二四组，偶数组的 DPS 转火。带到三角那边两个集中的柱子，让他们两个先炸。被盯的，小心不要被骷髅，不要被骷髅干死。有 link 吗？慢慢的。准备特殊技能。哦，有 link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给带去。还要炸一个柱子，还要炸一个柱子，送你个自己的血。走啊，被盯的走，被盯的走，场面很乱，被盯的走，非常多的小。右边有恐惧沉默怪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二四组的。沉默圈来一个，这里打断，漂亮令。先处理这两个，先处理这两个，留外场先处理这样，他们很快出来打断。哎，有外面没有了啊？带到中场来。这样就行。震慑波。给他们留战斧。先打小怪。大团 boss 敌人，脚底下集合。第一个陨石分摊啊，叫 Frost Blast， 就这个分摊，来进来分摊，跟刀米姐分摊，然后群区准备，能自己解的德鲁伊战士什么都自己解了，其他人不单区，不单区，然后第二个出去死啊，下一个就出去死啊，我出去死啊，没有我冰箱呢。下一个追死啊，点的是在外面死，在外面死，抓是 boss， 抓是 boss， 外面出去冰箱。提醒